抵达火车侠们的基地，接 H2本部。东北道新干线上行线一切正常。这里正在监视全日本的铁达火车侠，看看他们是否正常运行。好，先看一看铁达火车侠，希望好吧。 奶奶做的饭团可真好吃，可是做了这么多，怎么吃得完呢？这位是哲雪君，居住在大阪的奶奶家做客后，现在正返回东京。哇，时速是270公里，1万号正在通过京南大学道。 怎么样？前去支援。离这最近的是阳光号。好，阳光号，请前往西南大隧道。现在，超级特别快车。
是千钧一发呀！啊，今后必须对黑暗军团加倍注意。哎，多亏了你，才避免了碰撞嘛。好像是奶奶的饭团起的作用。真是解贪吃的家伙们呢！